我有自己的公司。什么什么您呢？不是保安公司。不，谁说串店？谁说卖布的？编织布，这他都知道。胡说八道。烙大饼，都是副业。都是副业。副业。主业呢？主业加油站。不是加油站，你们知道的太片面哦，很草率。不太了解您呐。其实啊，我是个唱戏的。哦，我自己有戏曲公司啊，戏曲演员。对了，我有一社团麒麟剧社，我是老板。你看等会儿，这名听着有点熟悉。真的，这我的艺人今天都来了，什么刚刚啊，还有洋洋啊，陶洋，都我艺人，都是您的艺人。对了，您也是，您就是一个，我是拍戏员的吗？这老板今天啊，就是跟我们那个我们是经纪人，对，我们那是刚刚，他说他今天这个剧场啊，说也要搞一个活动，我说来，我帮你忙。对不对？都同行，不是都是那个，都是彼此都是老板嘛。他在这边老板，我在那边。我说我过来给你帮一忙。他说那演一个吧。我说演一个吧，就上来这等于是大褂。你看，要不是老板能穿这么好料子大褂吗？都这样的。您是开戏曲公司的？对对对，最开始、那您会唱戏吗？不会唱怎么开呀，小表辈儿。你不会，你不让他们骗得一愣一愣的呀？注意您的延迟，你知道吗？延迟这块还可以。哎，言辞真的。小表辈儿干嘛呀？都教他们哦，教他们学这个练唱练功啊，都有。哟呵啊，吕然云手有这个哦，对不对？嚯，山宝啊啊，还有。这大胯不是很好吗？动了胎气了，这位。胎气像话吗？我练功啊。啊，练功。一日不练功，肚子就得稀松。肚子稀松干嘛呀？喊嗓子。嗯。唱戏不都一啊啊？有这个吧？对，有。妈妈，咪咪咪。还练这个呢？这不是美声吗？什么声音不得练啊？哦，都得学习。对啊、哦、身段啊，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刷戏包子，扫后台，扫地擦地奶孩子，都得来这个。哦，您说那么热闹啊，您光是没人信呢、啊。有机会加入我公司，我啊夹门夹门你，刚刚都夹门出来了，洋洋，小孩儿，我听听您唱。听我唱，对，能那郭老师那我上我公司听我、啊、上我公司，今晚半夜两点来我公司。好，我干嘛去？我跟你们公司看大门去，我这是两点到我那儿啊，想要什么都有。不是您，咱就现在唱一个怎么样？你看大伙儿那么热情，把昨天是古曲，今天人是听相声来的，没人听这个。还真有喜欢我们这个传统艺术的，嗯，行，你们胆儿也大，咱就来一回，来一回、啊，观众喜欢啊，来一回，太好了，你说吧，想唱什么，咱都行，咱唱一回，捉凤曹，哎，换一个，干嘛？您不会是怎么着？捉凤曹那是大戏呀、啊，三国戏，对不对？啊，对对对，对不对？有那个来诸葛亮。羽扇纶巾啊，宁可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哦，这好像是曹操的词儿。诸葛亮有这个，你会不会啊？您到底？曹操嘛，捉放曹啊，对，是，来这个啊，大戏，我怕等不了。这个唱完了3小时，观众都睡着了。那、啊、掐头去尾呀、啊，不唱当间。那咱还是看大门去吧，咱们。你那意思是咱就唱当间，就唱当间这点戏胡好不好？我怕各位听着可不过瘾。嗯，就这么短小精干。哎，对呀、啊、主要是听您啊，听咱这嗓子。是啊，身段做派好不好？没问题。来，是麒麟剧社呢还是麒麟马戏团呢？您这是麒麟剧社呀。哦，行行行行，
咱捉放逃啊，捉放逃。分一分角色，不用分，都给你。那你是还是夹吗我呀？老板，老板，你唱好，给你发工资就完了呗，给你叫好，行了，下一通。得您得唱，你得唱，知道吗？我还得配合着你啊。也行，主要是听您啊。那这样的话，你先挑，我先挑，你挑剩下，你再挑。对，还是我全让我唱。您得挑一个啊，我也得挑一个，您得唱一个，你先选吧，我先选、啊。这老话说，让妇女和孩子优先。对。我是哪孩子呀、啊？我是，你先来。我来陈公。好，好他来陈公公。陈公，我呢？我来那皇帝。您老夫爷起驾。耳朵有点问题。陈公，陈公公吗？中牟县令陈公没有。老夫爷起驾。中牟县令陈公，哦，那个陈公啊。嗯，啊也成。那我来谁？您来曹操啊。啊、哦，对了啊。宁可我负天下人休将天下人负我哈夜观天象知谁在尿炕说兄弟啊咱这唱戏不是打游戏你知道吗这个有这词儿啊念白啊、嗯、咱都懂这个好好太好了还有一个小花脸王顺啊还有一个王顺王顺嗯谁来你看呢怎么着我来对对呀、啊，我来没关系，行吧，都可以驾驭。您都来，都您多唱好吧，能者多劳。也行吧，毕竟咱是专业。好，对对，咱那个专业那词儿怎么说呢？那个英文叫算了。我是最近搞戏曲啊，把那个外语都忘了，咱不提中文，不提那个外语了，就用中文交流。专业哈，专业叫 perfect 啊、哎，不是。容我三思。你是吃了什么脏东西了吗？你，我就讲啊讲，这对我你要干什么？我先给你普及普及、啊。你到底想干什么啊？啊你说，咱开始唱戏好不好？不需要，等不了了，铺垫不要了，不要了，都不要了。开始，咱把这个桌子往后扒，那个搬一搬。你先等会儿，什么叫往后扒一扒？你扒了吗？我逮住你的破腚了。乱七八糟，把桌子搬了。相声演员怎么嘴也跟棉裤腰似的？好好好，我以为光我这唱戏的嘴不灵的。行，小表辈儿，你说好不好？老帮菜。嗯，咱搬一搬，然后我跟你一块搬。对呀、啊，你看看，不专业了吧？哎，我专业唱戏的。哎，好，让我跟你一块搬桌子。哎呦嚯，打听打听去。嗯，到哪儿唱戏不是我自个儿搬？好哎。怎么样？行行，好，谢值不值？哎，好，谢谢您，老板啊。我看还少一把椅子啊，我来。哎呦，我来。行，专业呀、啊。好，这两步走吧，你说说。行，您就放这儿，放这儿啊，放这儿，放这儿，放这儿。干啥？哎，对，您放这儿就行。放这儿。哎，跟您，你站起来。不有个凳你就坐呀？我搬的。不是谁搬的，这是场面座。场面座，对，什么意思啊？这是，我考考你，什么意思、啊？这叫小座啊。小座，为什么搬桌子？为什么分小座？分出前后台来。哪是前台？这是前台啊。哪是后台？桌子后头那是后台。那边呢？那是下场门。这边呢？这是上场门。这块前台。那块下场门。是。这上这前台。这后台。这后台。后台。这这这。哎，你休想蒙蔽我！怎么样，都说对了。这前台那儿，嗯，哎，是不是茫然了？那不观众席吗？对，你别骗我就行。对，我都知道。好，大伙儿能明白就这意思。啊，我跟你说两句啊。怎么着？没有乐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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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唱个六啊。你呀、啊，半夜两点来我公司，太挑什么都有。你过来，非得半夜两点唱戏去。师傅今天散场就得11:30。咱们这半夜两点到家，你到屋吃点饭啊？是，那我跟你说啊，没有乐队没有关系，没有乐队，嗯，没有乐队有办法？什么办法？用嘴学。
B-Boss 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你一起推出美女，就这个Nice 真是有点 Nice 了。 Nice 好，很棒啊。不是这个 B-Box，我知道，知道，唱戏那个，唱戏的锣鼓家伙，对，来吧，没问题啊。行，我们这个也没有什么戏服，咱就穿大褂唱，好不好？就这身，就这身了。这身，谁能看出我是曹操啊？英俊潇洒，玉树临风啊，粉装玉砌，傲骨英风。行行行，好，就当我没说这词儿。那你说他干嘛呀？他们在反驳我。哦，好，那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曹操。好的，非得普通的曹操，普通的曹操。行。啊，您不抱一下头吗？什么？区分一下人物，区分一下人物啊！对对，这稍微分。曹操要帽子吗？啊，有风帽吧？不要了。那行，好，不要，好，减少时间。好，行，我说直摆手，让我快点。那快来吧，那快来，快来。您打家伙啊？您打家伙？打家伙？打家伙？好的。啊，都好不好？喊什么？快点！我是老板。快点，刚刚都不敢跟我这么说话。喂，你还不是我老板呀、啊？我老板是刚刚。打家伙，打来。哦，对，打家伙，打家伙。你怎么着？不是你受谁气了？是怎么着你？你是打家伙吗？打小锣啊，说就完了呗。打小锣。哦，对，小锣。小锣。下轮，下轮，你小轮，你先出来。小轮，打小轮就喊小轮，这小轮吗？学小轮那个声音，嘚嘚嘚。那你说大嘚，你这说小轮，我这大嘚。观众说，说好的承诺呢？说好的小轮呢？对不对？棒槌，我还棒槌哦，大嘚，哦。大嘚，大嘚，大嘚，大大大大大嘚。冠军县令与黎民判断冤的情。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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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谱。你干嘛呀？你这么疼干什么呀？什么玩意儿？这有角子呀？你怎么的？什么是那一下噗？不得配合你坐下的动静吗？没有，吓我一跳！吓我一跳！哎呀，头戴乌纱，双翅飘，大人，黎民百姓乐逍遥摇，大人，虽然七品浪官笑。大人一片丹心饱含的潮，好，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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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下过大人姓陈，大人名顾，大人自公台，大人。我是这样吧？你是先敲再大嘚，大嘚。你看抢我活，你看我这一共没几句词儿。不是你嘚去没完了？那怎么着啊？啊，我这一坐下，别嘚了，别打了，行不行？我这说话了。那、哎、你说了吧。我这念白，你知道吗？行行，大嘚、哦。你这是怎么还大嘚呀、啊？你不是坐下就不大嘚了吗？是啊，你这不站着了吗？强迫症呢，是不是？为东老太师施心前来，命我捉拿刺客曹操。我命王叔人等四门大探，不见回报左右。左右，左右，大人，瞧词儿啊！你光他提醒我的，他要不说我还真不知道这句。你光会打嘚呀！啊，我喊左右，
你搭个下腔啊，哎呦，我才能往下说呀，对不对，老板？那你态度跟我客气点好不好？那你看我也不叫左右，你告诉我一声，这会儿我让搭个腔，你说左右我搭腔，好不快搭腔，好吗？那不就完了吗？好吗？左右，搭的啊，不是右，伺候了，搭的，伺候了，搭的。伺候了，你要什么服务？来来，你躲躲远点，你躲远点。捶肩捏腿足疗保健，哎呀，我这手法，你看我这小指，哎呀，这销魂的小拇指，我这手法，我跟你说，让你欲仙欲死。行行行，我这死啪来了我。那你让我说、啊、左右，你看伺候了，你要怎么伺候啊？你这小，我跟你说，别的活我们可不接。哎呦呦，嚯嚯嚯嚯嚯，小花脸王顺该出了，该您上场了。这会儿我是小花脸啊。对呀、啊。那乐队呢？乐队先放下了。你交代一声，你这么一说，我倒知道、啊。你观众不知道啊？交代两句，乐队老师，您先跟这等一会儿啊。这会儿啊，我是王顺了啊，上来。这一说不就行了吗？来吧。我站这儿，乐队老师在这儿。哎，一时间不知道谁是小丑。左右，哟，伺候了。啊哈，呆呆令定得。啊哈，呆呆令定得。啊哈，呆呆令定得。我您的说话呀，不是亮相了，他们照相了，不是可以了，可以了，你拍的很多了已经。这什么词儿？这个啊，这块说什么？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之老词儿。哎，说完他老词儿了，哎呦，伺候了啊哈，来来令令来，捉拿曹操是禀的太爷之，禀的太爷之，不说了吗？禀的太爷之，禀报太爷之，哦，改了。什么叫改了啊？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之，参见太爷。罢了。谁见谁呀、啊、你？参见太爷。罢了。罢了就罢了。呵，他还二两脾气，他还又停电了，停电了！你们，恭喜太爷，贺喜太爷！好好有词儿，恭喜太爷，贺喜太爷！本县喜从胡来，昨天夜里你媳妇儿给你生了个弟弟。这叫什么喜事儿？惊不惊喜？什么惊？意不意外 ？Surprise！ 没听说，没听说过。小人已将刺客曹操拿到。就是老词儿，我给你加个新的。小人已将刺客曹操拿到，有何为证？你猜？嗯，老有孙猴在旁边啊？那是有什么？这叫宝剑呀！哦，有宝剑，有没哪有宝剑？你拿这扇子就是一比划就是。这是宝剑了。对了，哎，小人已将刺客曹操拿到，有何为证？有宝剑为证，呈上来。给你。哎呜呼呀！要死呀！谁要死啊？不还呜呼呀？我看见呜呼吗？我看见宝剑，我害怕呀！看着宝剑你害怕？是的。你看足疗，你可高兴啊？切！你这我说销魂的小手法。宝剑入库，下堂领上。宝剑入库喽。宝剑入库喽。宝剑入库喽！哦，真是您哥，宝剑入库喽！看，您看各位，您哪儿不是看耍猴啊？真的，啊！有人拿宝剑啊，有暗器。我说我害怕吧，
他刺到了我的大腿。我看见宝剑，我心里害怕呀，是不是？宝剑入人头，下榻岭上。好嘞。左右，将此国曹操押上堂来。大人。我恨死这罗了。您怎么了？曹操啊，这会儿曹操，我曹操了。对呀、啊、你这就得交代一句，天可鲁国负天下人，天下人不可负我。曹操开场了，那个真将此国曹操押上堂来。你押上堂来。压上。你有没有县官的样？你县官的样，你别老这样。好嘞，好好的啊，你给曹操逗笑场了，你知道吗？将此国曹操压上堂来。曹操是大花脸。将此国曹操压上堂来。大花。大花脸就是大呀。那曹操上来瓮声瓮气，你说是什么？是黑还是来也？我自个儿琢磨。你琢磨琢磨吧，将此国曹操押上堂来。这个县令，你知道个六啊？乱也当，扛子来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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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扛来扛来扛，再见。我大褂跪着呢，你别撕。我成功还没放呢，你就再见。我了，你看我一眼得了吗？你不想我了吗？谁想你了？啥人来了？谁？你过来，什么叫再见呀、啊？你这四句唱呢？四什么唱？四什么唱？跳龙潭入虎穴，躲灾避祸，又谁知中牟县自入网罗？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挨过。这四句唱呢？你 还少一句啊？看成功他把我怎样发落？你再说一遍，我看你。就想蒙蔽我，你跟第一遍说的一不一样？你到底会不会？不会敢唱戏吗？会，您倒唱啊！会不就唱了吗？哎呀，你对不对？四个词儿，咱对的词儿。跳龙潭，跳什么？跳龙潭入虎穴，躲灾避祸啊！又谁知中牟县我自入网罗？好，又逮着他了。怎么？自入网罗啊啊！怒冲冲，我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挨过。好，第一句再说一遍。看成。我看你看你忘没忘？哎，我忘没忘？是你唱的，我忘什么呀？老词儿还来老词儿？对呀，来吧，来呀，没有错不了的事儿。将此国曹操押上堂来，乱也当，扛子来自扛子来自扛子来自扛来扛来扛。出了龙潭入虎穴，躲了灾难又避祸。谁知中牟县自入了网罗，怒冲冲把滴水挨来过。你不走，我不走。你不走，拉过狗。走吧你，我留你的是吗？啊，你能不能做一个温柔点的县令？是唱那个吗？唱什么？唱花脸啊，京剧啊。你唱啊，你从头到尾，桌子我搬的，凳子我搬的，上来什么都没有哈。他往这一坐，又来大花脸，又来小花脸，又来乐队。这会儿说我唱的不对，你来啊。我来什么？我是陈功，你来啊。我是陈功，我是郑。你过来，撤哪儿去？你想啊？回去我看看刚刚怎么样。你甭看，人家好着呢。你唱啊，你来，我唱，你唱，不是，来，不行，我来成功，不就往这一坐吗？大屁往里，我也会呀、啊。咱没那么干的啊，得劲儿，唱一半，换角的，来，你来，没有这样干的啊，这成功太简单了，合着我这累傻小子呢。你来，好，来，你倒说呀。我喘喘，我还得躺会儿。什么词儿？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哎啦，大人，大人，裤子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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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词儿？不是，不是，我接胖子来着。我裤子开了，胖子来着。我以为是裤子开了。裤子开什么呀？那是什么词？炕死，炕死来着。啊，炕死来着。行行，浪可以将刺客曹押上堂来。浪可以。哦，炕死来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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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来光，来来光。蛟龙探日虎穴躲在壁虎，有谁知中某些我自作忘我怒冲冲某结伴大大滴水一夜过大家伙康子来自康子来自空来狂一切来狂看成功他把我怎样放啊路将刺客曹押上堂来看成功他把我怎样发怒将刺客曹押上堂来看成功他把我怎样发怒将刺客曹押上堂来你好曹操报道普利隧道你说有给我让座的吗那要怎么样、啊、我唱三遍了你都往下说呀往下什么词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哎呦我以为是改点新词呢改什么新词 啊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哼岂知无名何必多问哼就问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岂知无名何必多问哦可是刺客曹操岂知无名何必多问如来可是刺客曹操我曹操没那个意思曹操Yes, it is 卖萌的什么词儿？什么词儿？啊！见了本仙因何不跪？见了本仙因何不跪？呀呀！呸！呸！哎呀！吐一口，吐进四口，转三口。想俺孟德自迟迟以来，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的岁岁的先例？你在怎讲？咋是不跪呢？当真不跪？当真不跪？果然不跪？果然不跪？我给你跪下。张鹤伦，还有这个周九良二位，这可不礼貌了。这个不是不礼貌，哪儿您就脆上了？您把咱们的国粹糟践成什么样了？就啊，这人家是啊，这节目的需要。不是不会好好唱啊！哎，这俩人疯了，这是嘿，也是，嗯，因为这俩人平时呢也不经常在一起合作，哎，这还很难得。其实都有他们各自的搭档，哎、也都非常的优秀，嗯啊，你看咱们天津观众朋友们也是捧，大家都懂啊。你说我们台上这些演员一个个的岁数都不是很大，我们还很年轻啊，真的像我们这些个90后的孩子，对，站在这个舞台上。听见了吗？怎么了？人家的意思对您有怀疑，您是90后啊？像我们这个80后的，确实是。咦，听见了吗？80后也有怀疑。好家伙，您是老妖精，这是。嗯嗯，其实我们是兵马俑。对，挺不容易的。啊、没有想到啊，来咱天津这儿赶上下雨了。哎、我们差点没化了，你知道吗？真的演完了之后晚上还得走回去呢还得您走哪儿去呀、啊、嗯啊您从哪儿来的走哪儿去呀、啊、见秦王去啊啊您从西安走过来的晚上秦王还得点数呢好嘛、嗯、您回去主要为把那于老爷子换回来于老爷子也是不容易是吧
确实，观众朋友们热情，我们哥俩都是八零后。八零后啊，八零，你是八几年的？我是八一年的。八一年，对，我是八九年十二月份的。那是几年啊？也三十多了，哎，是啊，啊，您的风格现在是越来越不要脸了，知道吗？不要脸了，还是九零后。关键是来到咱们天津啊，确实是开心，哎，高兴，吃的也好，玩的也好，嘿，太棒了。没事了，你看我们先生给我们租的那房子，啊，就离那个海河特别近，啊，没事了，那上海河边上溜达溜达，多美啊！谁上海德溜达去？我你呀、啊、不允许吗？您还上海河溜达去呢？咋了？法律规定不允许有孔云龙上海河吗？不是，我不是那意思啊，这就是我劝您呢，远离海河。哎，这各位乐什么？这个怎么远离海河？因为这个地方对您太危险了。对，那地方他保不齐他有下力呀、啊对不对？你我在海河边上能出来下力，嗯，那下力车水陆两栖了都，不是你那水陆两栖，它至于停产吗？有滑板，哎呀，还好有滑板，滑板。你万一您走到那儿您掉进去呢，对不对？我这么大个子，我能掉进去啊？那保不齐呀、啊。怎么保不齐、啊？再说您这个经历，大家都知道，什么事情发生您身上不新鲜，对不对？最近没骑摩托吧？最近啊。真的，我认为这海河边上确实挺美的。嗯，在海河边上溜一溜弯多好啊，小风一吹，嗯，真的挺舒服的。我喜欢特别安逸的这种状态。哎，您也是，我喜欢安逸的这种状态。您的事情经得太多了，也是，其实应该多活动活动，应该多锻炼锻炼。像他这肉大身子沉，很少去海河边。我这不行，因为他走不到那儿。对，我说这是实话。谁说我走不到那儿啊？嗯，我就不乐意去，我知道吗？你还不乐意去？嗯。抬口走到这儿之后就得歇两起儿，就你这个体格，就也就这意思。谁说的呀？我跟你说，就他这个体格，我不夸张的说，还不如他父亲，我爸爸。那老爷子没事老是溜达，哎，他还行，身体健康，嗯，全家都高兴，是啊，全家都幸福。好家伙，老爷子每天人去健身房，嗯，没事练那个器械，哎，他就喜欢练这个，杠铃、哑铃，嗯，练，哎，翘臀，嗯，对，嗯，练。我爸爸七十岁了，老头练翘臀呐，屁股蛋子上也有肉，你也得练习，是吗？主要练腿，人老先老腿，哎，对不对？老爷子也上户外，嗯，户外没事去锻炼去。哎，对了，棒的呢，嗯，上外边练功去，练功，哎，每天早晨起来凌晨三点钟起床上外边练功去，夜里三点呀、啊？能三点？不，这也太早点了。这个好啊，三点呀、啊，空气好，哦，大地万物复苏。好，这万物起得真早，您看是吗？老爷子上外边练的叫内气外放。对，嗯，上外边练功去，凌晨内气外放一天、啊，这不就是放屁吗？这是啊，乱七八糟，不内气外放吗？这是气功的一种哦，知道吗？嗯。内气外放，主要不是练这个，那练什么呀？主要练采气。哦，采完了呢，再放。对，一样啊。哎呀，就是把新鲜的空气采进来，跟血液融合，不容易得病。哎，身体好。每天凌晨三点钟不容易，朋友们。嗯，坚持啊，贵在坚持。哎，老头上外边那机动车道上。对，机动车道上。你站那儿一会儿来个车，咣把我爸爸撞上了，怎么办呢？敢啊，讹死他！我要死你讹！家里面第二套房的愿望就能实现了。没听说过，出来就讹人来的。他不敢撞，嗯，知道吗？你得会站，这还有会站呢。老头把机动车道正当中那护栏都给搬边上去，搬护栏干什么呀？宽敞哦，要这宽敞劲儿，飞机跑道啊。嗯，站在这个黄线的正当中，哦哦，知道吗？黄线的正，一般车不敢靠近黄线，这为什么呀？压着就扣你分，知道吗？哟，您这摩托还真是没白骑，这是啊。站在机动车道的正当中，嗯，骑马蹬蹬是叫丹田一律会元气，舌尖一顶上牙膛，嗯，准备开始踩气，什么样？开始采气，您这是要咽气吧？这是采气，太
太吓人了，大半夜够瘆得慌。哎呦，有那个半夜巡逻的民警啊，啊，就发现了，那还不看见吗？给民警都吓一跳，没见过这样的。哟，怎么意思？什么玩意儿？呼噜呼噜的。嗯，是个人呢。废话，可不是人吗？是一老头啊，我看出来了。大半夜的不睡觉，吼了吼干嘛呢？这是你瞧，吃饱撑的，真是。护栏都哪儿去了？嚯，刚瞧见，搬边上了。是不是有病啊？这个得劝说一下。这当然了，多危险！哎，他父亲仗着自个儿体格好，拿警察说话不当回事。那他呢？压根儿不搭理警察。哦，继续踩气，又来了，连砍都不砍。哎呦，我老感觉要死，这位是。这个警察呢，以为声太小，哎，是不是没听着啊？您大点声，老头儿，回家去，听没有？一会儿给你带走。好嘛，哪就带走？父亲拿眼睛看了警察，没说话，还没言语。呵，好，还捂不了彩气。嗯。警察当时不高兴了，搁谁也不高兴了。你不是没听见？你看了我一眼，你还不说话，这是什么行为？对呀，藐视国法呀！不至于那么严重。拿我说的话不当回事儿呢？嗯，老头儿，回家去，听没有？看，他父亲实在受不了。这回我爸爸得说话了，接二连三的打断人家彩气。对呀，万一要是踩不上来，嘎嘣一下憋死了怎么办？那是。是不是憋死了呀？那保不齐的，没听说过。憋死了不在计划之内啊。哦，这倒是。不是，那这计划之内是让车怼死，让车撞死。你能讹他一句？哎，你憋死了你没证据，你抓不住他证据。好，出来就找死来的，管着吗？人今年都七十多了，嗯，人早晨三点钟起床，人容易吗？怎么不容易呀？啊，人上了四个闹钟人才起来。好嘛，这就别起了。小伙子，我这叫锻炼身体，知不知道？踩气，明不明白？踩气，懂不懂？听听，不要打搅我，好不好？嗯。嘿，好，还无聊踩气。那警察一看都快气疯了，搁谁也盯不住了。老头儿，嗯，回家去。呵，听没有？哎呀，我告诉你们，踩气不踩气我不管。啊，回家把裤子先穿上去。